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来介绍一部最新官宣的古装 IP 剧《国色芳华》，由杨紫、李现领衔主演，这也是两人继热播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之后第二次搭档，相信会让很多 CP 粉们开心不已。题材上也很新颖，是一部以种植西式牡丹闯荡上海的大女主剧。在人物设定上，一个是聪慧果敢的上古之女何为芳，一个是天子近臣但却一人蛰伏在外的蒋阳长。讲述了何为芳虽是商贾世家出身，但内心却不愿受世俗眼光的束缚，毅然决然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和离出户。凭借自己对西式牡丹的培育技术和敏锐的商业头脑，一步步闯荡长安。一次机缘巧合，何为芳与人称花鸟使的蒋阳长做起了生意。何为芳在蒋府后院的田地里开始种植牡丹，并收容了一些命运坎坷的女子，助她们学习种植牡丹的技艺以安身立命，共同打造花享荣品牌，让牡丹花香以千百种形式飘入长安的千家万户。后在蒋阳长的建议下，何为芳转型实业，创办乌庸堂以求利民，两人也在相互扶持中渐生情愫。我们会在剧方有开播消息后告知大家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